早晨，欢迎大家翻翻嚟我 Learn with Tom Lee 嘅西班牙文教室 Gramática Española 西班牙文文法第四课字母 H E 同埋 J Lección Cuatro Alfabeto La Letra H E y J。 如果大家仲未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记住揿下底嘅 subscribe button 同埋隔篱嘅钟仔。我哋而家开始 La Letra H 字母 H。La letra H 字母 H， 这个我们熟悉的英文字母 H 在西班牙文是读做 H， 它本身是不会有发音的，所以我们只是读 H 就不是 H。 Hola 即是我们跟人家打招呼，喂 Hola 这个字母是永远不会发音的。 Ahora Ahora 现在现在 Hola这个是 R 音，所以就不是 Ola， 是 Ola。 Ola 是讲一个钟头、一小时或者是时间。 Historia Historia， 留意回我们如果是读开英文的人，我们可能会读 Historia， 其实不对的，应该是 Historia。 H 永远在西班牙文里面只是个字母，而没有任何发音的。故事或者是历史，Abra， 这个是动词 Abra， 所以 R 结尾重音在后面，就不是读 Abra， 是 Abra， 去讲去告诉别人听一些东西。 Oi 就是今日。 Asir 这个也是动词，也是 R 结尾，所以个重音在后面， Asir 就不是 Asir， 是去做。 Asta 直至或者是甚至，例如我们有个 face 就是 hasta la vista， 就是直至下次再见，也就是讲拜拜的时候我们会讲 hasta la vista 或者 hasta luego， 一阵再见。 Horno 一个焗炉，一个 oven， Horno 烤炉。 Espanol americano 就是西班牙籍的美国人， Espanol americano，No， 看到西班牙文里面是逐个音逐个音顿出来，就千万不要读 Hispano， 是 Hispano， Ache 是不会发音的。 Hispano 就是西班牙人或者是西班牙的， Hispano。 Honra 就是向什么致敬，就是英文的 Honor。 I 就是在哪里是有，也就是英文的 There is或者 there are。 Hay mucha gente， 在哪里有很多的人， there are many people。 Error， 留意这个 a 字上高是有一个撇在上高，所以个重音在这里就是读 error， 就不是 error， 也就是英文的 hero 英雄。 Hijo 就是一个儿子一个仔， Hijo， 如果我将后面的 o 转做 r 的话，这个就是女儿，就变成阴性，这个就是 Iha 就是一个女， Iho 就是一个仔了。 La letra E 字母 E， 读开英文的我们就会是读这个做 I 的字母，西班牙文的字母是读 E， 或者个音都是读 E 的。 Isabel 就是 Elizabeth 一个人名来的， Isabel Elizabeth。 Todavía 仍然依然，多达比亚，留意翻呢一个系 b 嘅音，即系多达比亚，重音亦都喺最尾嗰个音节，因为有一撇喺个 e 嘅上边。多达比亚仍然依然。visitar 去拜访，呢个系一个动词 ，visitar 拜访。c 就系 c， 即系 yes， 咁个重音系在这个位置，但它只有一个音节，所以个重音一定在这个位置。有没有读 C？ 是 C。 Aquí 在这里，在这里 Aquí， 你留意到 Gua U E， 我们就会读成 G 的声音，这个重音在后面，所以就叫做 Aquí， 就不是 Aquí。 Tienda 一个商铺，一个大型的百货公司， Tienda。 Quien GuaU E 就读 G N， 重音在后面就是 G N， 哪个不是 G N 了。 Tiempo 时间或者是天气， Tiempo， 例如 Tiempo es muy bien， 就是天气好好，但如果你讲时间的话，你也都可以用 Tiempo。 Cielo 就是天空， Cielo，
三個音節嘅，個重音節就會喺中間個 a 嗰度 ，cielo 天 ，articulo 重音就喺個 d 嗰度 ，articulo 即係 article 文章 ，cielo 肯定 certainly sure 咁解 ，cielo interessante 即係 interesting 有趣味 ，interessante siempre。總是一般即係 always siempre escritorio 書桌 escritorio 重音喺尾耳嗰個音節 gomita 橡筋我哋攞去彈人嚟嘅一條橡筋 gomita noviembre 就係 November 十一月 noviembre la letra jota 字母Jota 读开英文的我们这个字母我们读 J 但是西班牙文读做 Jota 个音就好像英文的 H 音但是个喉咙好像很多痰一样是 H 音不过重喉咙音 Julio 七月 July Juan 人名 John Junio 六月 June Joven 年轻人 Young Jugar 去玩这个是动词重音就会在后面因为 air 结尾 Jugrete 玩具留意回西班牙文里面的 he 跟 u 和 a 就会读了 ge 的 Jugrete Tabajo 就是工作或者是 I work 我去工作 Juego 一个游戏一个 game JuegoJefe 一个老板老细 ，Jefe。Viaje 一个 journey 一个 trip 一个旅程 ，Viaje。Girafa 亦即系 giraffe 长颈鹿 ，Girafa。Justo 亦即系英文嘅 just 公平正好咁解。Junto together 一齐 ，Joyeria。珠寶同埋首飾，即係 jewelry。Hijo 兒子、細路。Hidomade 番茄或者係西紅柿。Hidomade 有時個簡寫就會就咁 domade， 即係 tomato 番茄。好，咁同我哋就講到呢一度。咁下一堂開始，我哋就會講 la letras ga l 同埋 e 字母 ga l e 啦。